噔噔噔噔！9.6，我刚刚 call 了 line，好不好？他还是没有接，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难过。BOBO 都是这样放生人了，今天原本就想说，我们先来预习一下，对，复习一下，复习预习一下麦块地下层，然后就来磨练一下，避免有没有每次都是抱着大腿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他就不跟我玩，太难过了。BOBO，来，我们来玩，自己来玩。啊！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带家人从医院回来，啊？刚从带家人从医院回来啊！家哦。人不是突啊，你有然，事跟我先跟我讲嘛，对不我忘记对？带手机。我太难过了，没 事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都东扫西扫没有，的，我们你现知在都道吗？在开台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多么的坏。没有，我是不要这样。你，我没没事有啊，你现盯在可以玩着，吗？我没有不行，盯没着，关系可啊，以啊，真的真可的。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你啊，家人还好吗？就发烧啊，就现在就没诊所，赶快带去带调诊哎，你所。不照顾他，还在那边玩游戏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哦，反正啊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，我就是不孝怎样。又不是只有你一个，然后还要亲自带人家，然后回来又直接放生我没有放生，没有。来啊，枪火重生啊！为了再你又要再看改一看，下标题，啊，BOBO 33来迟。三三没有来迟，三三，孝子 BOBO waiting for you。哈哈，直接笑死人了，波直接波加波你。波波，邀请。哎，你直接加哦。你们会说什么时候再来挖矿？其实我觉得啦，这个游戏应该他们玩的比较疯啊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没办法玩到。像挖矿玩那么久，你说这个啊？对啊，因为我挖矿我是的游戏时速已经破100小时哦，你挖矿这次玩得很轰诶。了。对啊，令他有那个啊，每周任务有一些任务可以让你去玩，就会可以对，一比直想较玩，想玩。对比较一直去玩。但这也我没们，有正式啊，我们就。哎呦，你21等了，好扯哦。上次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没有私下练哦，都是一样对的。啊，我怎么差这么多？因发为生什么事？躺地板呐、啊，就没有东西啦、啊。如果你又躺地板怎么办？害我们输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哎。变变！哎，我现在有箱子哦。啊，这哎，个，现在哦，我要对，我还没点，白痴。换熟悉键盘滑鼠了，哦，对，我这个没有那个哦。对啊，哎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真心摸着良心说，Xbox One 的手法真的厉害。啊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飘到天际去了，我的天啊！虽然这个……哇，我不习惯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游戏怎么玩？像 shift 是冲，OK，没有蹲，好，没有蹲，对，没有啊。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还有个跳跳忍者。我最近私下也有在跟妈妈玩那个 Evolu，Adobe Valorant，哎，Avolu，啊噜噜噜！我那个真的是很难啊，但至少比上次开台好了。你说那个啊，上次玩怀疑人生，都不知道在玩什么词。
痛痛痛！我忘了用 F 没中。这。Q 你？怎么那么大只啊？他们也会滚呢、欸。F 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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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宝宝不是、啊、宝宝有宝箱，宝宝宝宝宝宝要点什么呢？护盾，护盾，看一下哦，护盾回复哦，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哦，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开到那个、哦，那个。那个、啊，你说隐藏关卡哦？对啊，好像还没开到。正义，我正义了，这么厉害、啊！不要小看我的正义哦。其实正人民的法锤吧，人民的意志。走了，又来了，不要再讲话了，好，我闭嘴。你说这一场大概多久？如果打到底的话，上次看是差不多一小时，还蛮久的。这就是一直洗啊。不是洗不洗啊，我是说你整个全破啊。对啊，如果你真的都很流畅，但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应该打不完全部啦，毕竟有 BOBO 在。你要相信我，我谁 ？BOBO， 我正因为相信着你不行，所以才说出这样的一个言论，又一个正义耶。哦、oh. 啊，射得比较快。真的比较快、欸，那、啊、你也都要捡啊，到时候才可以看到、啊。有有有有有，我之后就我刚刚是你捡的，我才有看到。我想到这正义怎么用了、啊？拜托榴弹兵啊！哦，你上次跳炸弹鼠啊？炸弹鼠是另一把啦。哎、欸，不是正义哦。不是，正义是榴弹，射出去按右键。拜托，榴弹超强啊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都扣到本血了，护盾都爆了。我最喜欢破甲了，我喜欢被破甲。重点是你扣到绿色的血就不对。锵锵锵 ！Q。再 Q 一个，有坏人，有坏人 ，F 他，我刚用了，我刚用了，哇，被炸了，正义，炸死你啊！他干嘛啊？他疯狂射击，全部送给你，还活着？那护盾你还好？疯狂射击，我的天啊！我记得正义是这种子弹要打本血的，打护盾打比较弱。哎、欸，我们都没有捡到其他枪哎、欸，枪好少、啊。多人掉比较多呗。没有，是他们有点那个啊掉枪的，所以真的有差。哦，真的哦。下一集命中武器伤害加。先让范围大一点好了。你说恐龙很可爱，那你们有没有看到怎么补子弹？打他一下，虐恐龙。恐龙还来过，有了，哎呦，终于接近打怪的哦，你打怪的吗？哦。哦，最后有一只老鼠哦，有一只老鼠，很恶心的老鼠。喂！喂！还好吗？哦。你管你好你自己就好了，你问我，我的天哪！你怎么？怎么有个疯狂粉丝在追你？你护盾都爆了，你问我还好吗？我的天哪！我就是喜欢爆甲啊。我都快受不了了，啊、这才是第一关而已啊，波波。没错，切换武器，哇，直接换好弹，好爽、啊。
所以快要没子弹，我就直接一个切武器，你就直接那个换子弹。哦，喂，哦有哎，哦哦那个，是不是长得像蟑螂？混啊！哦，我有正义耶，你看你有没有掉枪枪？我有其他的枪，又一个正义干嘛啦？哎，你后面。要结束了你才讲啊！我总没有来迟嘛，对不对？来迟了，你就是来迟了。哦，救枪！救！是很好用。你说地上怎么那么多正义？正义，我现在的正义，哦天哪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啊，这边就这样子啊，好没有，可以踹踹啊。哦，他直接背呢。他怎么这么骚？正义不太能够反弹，你想要回个护甲？嗯，就，哎。哦呦！你后面有，等一下有那个藏宝。嗯。亮你！亮你！亮亮亮！这样，我枪看不懂啊！没有捡到想要的枪，还有一个，看一下哦，后面有那个，我刚刚就讲了，我们先开那个啊，别的，好，开一开再进去，会。交出钱是什么？获得钱钱，哎呦，给你生命，给我钱。你最近是拿按哪个、啊？第二个、啊，给他生命，给我钱。武器还不重要啊，武器还那么烂，烂武器。烟雾手雷加加，好。很小、哦。慢慢等，我先进去了。火上浇油，嗯，说好像都没看到波波丢进来，别说啦，什么时候没看到我丢技能？我有疯狂丢，你真的改成姗姗来迟，哎我哦，哎呦，危险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你怎么？护甲大大，护甲爆了。大大你冷静，这卷烟蛮烂呢，正音的话也比较好爆盾。哇哈！我看一下哦，我要理解一下哦。击中敌人，将他后退；击杀敌人，使他爆炸。所以这个武器感觉也是护甲爆了之后才可以使用它。护甲爆了再来射。对啊。捡取任何一颗弹药，哎，自动转化。精英杀手，精英杀手干嘛？忘了。哦，打那个、啊、BOSS 精英之后，你的伤害会提高。哦。你把它丢下来，我看看。可以啊。我哎呦，等下我有没有按错、啊？哦，是紫色而已哦。对啊，这就交给我吧。哦，好，哇，你最会保管最重要的东西了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没有，我已经有预感那个 boss 你会倒了。不用，你不用，怎么对我这么没信心？我是对你有信心。那很多啊，你的手榴弹坏家伙。
枪真的好烂啊！没感觉啊，烂枪。哦，三发正义送你上西天。旁边有藏宝，怎么没感觉？哎呦，有别的枪，有别的枪了。哦，有那个手套哦。哦，有手套啊。对。没有，我不是手套。我都换一下。你不要换掉正义哦。这一把是什么？狙击枪，狙击枪，没错，是有需要狙击吗？我感觉不用狙击别人，我觉得可以、啊。哎，正义伤害比较高了，我还是玩大家真避免万一。手套加这个，好试试看，行 ，Go， 哦，喷火、哦，上面有那个。你要打好久、哦，关键还是要看打有护盾的。啊啊啊啊！啊！不是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大哥，不要硬来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不好笑啊，大哥。行，我硬救你哦！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 ！F 那个圆球出去一下，我刚刚自己都解决他们了。大哥，怎么这么傻、哦？怎么这么傻、哦？你等护盾好，你等护盾好再走。我打怪，你不要打怪。啊！我怎么这么废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！有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一瞬间就倒两次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要当个小骚妹。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这个可以给你。这个。等一下，这个。哎，怎么丢？右键按着。啊，右键。受到火焰伤害，接下来两秒内完全免疫火焰伤害，好不好？哇哦，这太棒了吧！平常其他的伤害应该比较少。你觉得雷射？大家觉得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菜逼吧？是用这个比较好？你要不要雷射？雷射你可以自己看看，因为我记得毒是毒是可以毒那个护盾。我现在重点是要打护盾快一点。雷射是那个吧？哦哟，现在等级不高吧？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现在用这样的搭配可以。小心哦！炸死你啊！哦，挑战事件，敌人被击败后会爆炸。OK， 好可怕！哦，哎呦！不会吧？我靠！为什么你不要这样玩啊？你干嘛、啊？哇哇哇！你不行这样玩啊！我没有，我要倒了啦！哎呀！啊！没事 ，OK。不能这样玩啊！哦，我躲你要躲，要躲，躲后面，躲后面。有我，你没有？有，你要相信我。没有。我来看看点什么？天哪！子弹还好。要45，要50，要起飞。专属铭科的武器。
烦啊。没事啊。那我就点一个四十的。没有四十哎。没有四十。想要把它耗完。好啦，点这三个也可以。觉得这感觉比较重要，专属铭刻感觉比较厉害。专属铭刻。刚刚我也在测试啦，我也在测试救人可不可以边救边打。不然我其实应该可以把你救起来。没有没有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没事找为了我准备够。因为想说如果可以边救边打的话，那会比较简单，就不行。对，然后他手就放开了。没错。有啦，说观众可加加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今天就是两人磨练啊，不然就找他们了。人家是磨练场，还有那个 shift 哦，善用哦。啊！我那是前面被烧太多血了、啊，我怎么这么没有有护盾啊？有那个烧的你就直接 shift 走啊。我们只要被烧很多血、啊。Q 也是手榴弹机的要丢。嗯。那、啊、你基本上你都可以躲后面嘛。有。关键就是你护盾其实少了一半的时候，其实就应该要跑。就要躲起来了。对，因为他这个游戏其实回血的手段不多。嗯。有那个、哦、后面干嘛？看后面有没有东西？没东西。这好像你知道吗？宝藏都会藏在秘密的角落。哎呀，偷射我！哎，没丢到。不要再射了哦！我又有正义了，有正义了，怎么这么快？正义很爱我，正义真的是最爱你耶！降低好了，这也不错。走。啊，遇到那种护盾比较高的怪，也可以记得 Q 他，那毒会腐蚀护盾。啊，护盾死掉。哎，有时候我专克你耶。太棒了啦，没事啊，这本来就要学会如何带新手。如果跟着 Bobo 无法过关，就代表我不够强。等一下啊，有枪，毒枪。哦，这把可以哦，十发子弹。哦，当然是偏少。毒枪 ，OK。毒枪，正义。毒爆你啊！哎、欸，没子弹了！哎呦，呜呼！那不能直接跳起来吗？不吓死吓到人家？你可以跳啊！嗯，还有一只，我直接掉了。耶、yeah ！哇，你也太猛了吧！我的天啊！狂猎，散弹枪。我那狙击枪了啦！哎、欸，他居然说狂猎的伤害比较高，真的？那我试试看。为什么啊？呵呵。火
上架，射速提高，先 Q 后打，你可以正义啊。对，我觉得我要拿正义，我刚拿到一把烂枪。什么枪？哦，那个啾啾枪，啄木鸟。哇！希望 BOBO 可以越变越厉害。先拿箱子，先拿箱子。还不行看？哎，为什么？大哥、啊，那我们先逃，先进去藏宝箱。好好好，先让自己变更强。哎呦！冷静，停一下。没事啊。哦，直接爆光光哎！我来偷射。很奇怪，这是我点太快，后坐力超大，一口气全部就，每消耗100发子弹受到伤害减少哦，持续十秒，酷啊，金火伤，没有雷电的，他一直给我雷电。元素异常，第二波听到声音，哇塞，我这是为什么打不到他啊？意外啊！可以可以。哦，安，射一枪啊，都两枪出去，哦，吓死人了！有伤人啊！有爆爆！不要再滚了，真的，我的洞没掉。OK 的啊。哎，我没子弹，这子弹怎么少？不要跑！你为啥射那么多？最后一波。你很烧！哇，人吗？过了。哦，有这个嘞。那个？正义。手里剑。因为我们是进去过了吗？那个。藏宝哦，进去过了。对啊，进去啦！我们一开始先进去啊。然后面有金箱哦。那还有行脚商人可以看看，你可以买什么？各种雷射、欸，火焰。使用冲刺后可以立即填装子弹，哎、欸，感觉很猛、欸。五连发，八连发。算了，我就存钱。滑板玩家，这里有，这里有金箱，我这里。好。失去血量，获得秘卷，来啊！护花护，逆水行舟，哎、欸，还要自己讲。对敌人造成伤害后，每秒回复10%的哦，每秒损。我的鹰眼瞄具，好，就是打怪之后要持续打，就会补子弹。一眼瞄具，我看一下一眼瞄具可以干嘛？
敌人伤害降低。哦，这个好。这里拿狙的话可以爆头吗？没有，他打头都是打头就是爆头，暴击伤害。要这样说比较好，因为爆头听起来好像一枪就死，没有，它都是暴击伤害。平常听到那锵锵锵锵锵，就代表我打到头在暴击。啊，他这边没有门哦，我也是要走回去吧？有啊，这里啊。我只在想说，我要不要买包子吃而已？应该不用。我谁？哦，这攻速好快啊！哦，你在手里这样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手里剑很好用啊！哦呦，我要变强了！先不要讲，那个字不能讲。手里剑波波啊，不得了啦！上面的给我下来啊！痛痛痛痛痛！我先躲，先躲，先躲。追踪的有点讨厌。这怎么没有近战呢？没了。哎，都没子弹，为什么子弹那么少？子弹都用完了、哦。他不是丢子弹给你？这干嘛？这干嘛？他直接冲到我脸上哎！这是 Bobo 玩法哎！我的天哪！一下子就没弹了。烂枪，烂枪，烂枪，还是用习惯的对位。前面哦，这都不是我要的弹。过来先打。哦，你谁？可以。哦，这左键要一直按着才比较强。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！我在他面前，然后他在射我。哎呀！哦，那边危险。想说是不是我的那个秘卷让我都没子弹？四秒内未对敌人造成伤害，每秒损失一发随机弹药。可是我有啊！我还是在逃跑的时候。我凯瑞，我凯瑞，我谁？哎呀哎呀！一二三四，应该没有在扣吧？有啊，有在扣啊！这烂卷我被打丢了。所以是真的是被扣子弹。对啊，啊你平常在走的时候，它都会持续的扣，好可怕哦！什么鬼啊？那你打怪，他就会回子弹，所以你要一直打怪。现在是可以带的时候。哎呦，他你不要盾牌拿着啦！他不是会随机给？给我弹药啊，给啊，给太慢了吧？他给超慢，他给超慢。然后扣超快，有有有，哇！受不了，要丢了，要丢了，这烂东西。有包子，有包子，有包子，有包子。烂卷。元素攻击哦，幸运值增加。想说我的子弹一下子就没了啊！哈喽，哎，包子没事哦，还是只有我看得到。
哪里？怎么样？那只有你看得到。属于你的包。你给他走啊。要检查。有没有东西都拿完？哦，看到了，你这个逆水行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就像现在这个状态，他就会一直扣你的子弹。难怪你打会战收这么多子弹。大问号、欸。藏宝室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要过去。哦，冲那么远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怪物们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回一下护盾。有，耶，累。你是因为子弹累吧？对，正面思考，我是因为子弹累，我不是因为跟 Bobo 玩累，可以。哦，我真的太棒了。早，你要不要早？哎，我不是有按吗？他说我没按到，我贴太近了。没关系，最终的最终的，看我们打 boss 了。哇！击败敌人后摧毁护盾后，护盾会即将恢复哦。英雄受到的伤害也会增加，感觉到后面会很可怕，还是别拿好了。我好了，我感觉我们打不赢呢，我没什么，没什么子弹啊。你子弹都刚刚都被吃光光了，好吧。这个不能分子弹给你，可以吗？相信我们做得到。来了。哦哦哦，狗狗。我也还不太会躲。不是，我也不会躲。哦。哎、欸，你先停一下。好，小怪，小怪，我左边，你右边。好。小怪掉了会有子弹啊。对。我追你哦。有。躲在石头后面，他就打不到我了。但那石头之后会爆。哦，我的护甲！停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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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下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加油！哦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真是低。小怪，小怪哦。最后啊，最后！哇！哦，那种这小怪打不到，不多。哇，这没躲到。小怪还有啊，怎么多？那换追你哦。哇哇，他这怎么躲不掉啊？他半血之后好像一直都会有小怪。
多 Q 多 Q。哦。小怪看一下哦。好。啊！爆了！哇！哎呦，太靠近了。我知道啊，真的很难躲、啊。我躲。哇，躲过了，小怪哦，小怪哦。我再复活好了。不要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在瞄你哦，在瞄你哦。我在看。哎、欸，我站到，哎、欸，我卡到墙。哦，我躲啊，没躲到。哦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哎呦！失败。散弹不好啊，散弹太容易让画面飘了。嗯，彩虹，我记得是那个吗？这也还好，有至少我会躲了 ，BOSS 的我会躲了。好猛哦！我有看到你一直被打，有跟双面刃 Bobo 在一起会让我努力。哇，我这样这样是好事呢。我感受到难过。哦，古龙，哦，这很痒。平常用这个再配古龙啊，我喜欢古龙。喜欢古龙，没错。刚不该复活的啦，还可以啊，还是撑。没关系，这是有一把古龙。嗯。更快的，哎、欸，这双面刃要放哪、啊？你那样就会更容易死哦。这不要啊！你会更容易死哦。要不要啊？你不要吗？我不要啊！我那时候就没拿。它会让你后期伤害很痛，可是你被打到也是，我们还不够强。还不够强。原始的就可以了。喝水，喝水。加油！加油！下一关了，加油！按不到、啊，我进不去。哦，要远一点，超远。哎呦，沙漠这个挺难的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没有大大带着打沙漠。哇，什么攻击？我在瞬移。我、哦、都在打你，都在打你。哇，哎、欸，好痛哦！不是看不太懂啊。有一只狗狗狗在咬你。后面有一只。慢慢一点。吸引伤了啊！你小心哦。真的。哦，他会那个火焰枪，他火焰枪。干嘛、啊？怎么了？狗怎么一直穷追我不舍，吓死我了！你就看一下。是。哦，有了，有他掉枪。狙击枪。哎、欸，那边有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不是哦，这样好特别。但是因为飞镖，我要打护盾呢、啊。这把狙击其实，如果你没有大枪可以用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金香香。
狙击的那个伤害蛮高的，因为他可以直接射。因为我现在有古龙了，就不要了。诅咒秘卷都是诅咒哎、欸，我怕、啊，不要好了，那就走。这可以一起玩吗？这可以顶多四个人，但我们不跟观众啊，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就听呢。嗯。干嘛？嗯，这个。哇，你好强哦！他不过他那个有护盾的话用镖，没有护盾就用别的枪。哦。你应该有别的枪吧？你别的枪什么？有。枪，雷枪枪、哦。镭射枪，对啊。哦，他的。是我古龙啊。上面有很多那个、哦，感觉有点躲不太掉哎、欸。斗客的攻击、哦。哦，盾爆了，等一下。来，接我来。这是真男人。够疼！行脚伤人，元素伤害增加 50%， 不触发元素异常，不想要元素异常。哈、啊、哈，元素异常，走了，走啦！一发就死。哦、啊啊。打超痛，不是？我当时回护盾了，哦！打爆你们的盾！越丢越快，好好好好，一好一。哦，他飞好高，他高兴的飞上天了。哦、打狗，我打狗，那是坏狗狗啊！是打狗高雄啊？怎么爆炸了？人家狗怎么一直跑啦？爱跑啊！理他了，就剩一只狗啊！看他、啊，他是干嘛啦？那个跑啊！莫名其妙的狗，有宝藏啊！藏宝区，走走走！哎呦，捡个枪，狂杀！看你要不要换炸弹鼠？哎、欸，这个、哦、狂杀炸弹鼠，对，那我把那个换掉好了。你哦，吓死我了！自己的炸弹被自己炸。哦，你的镖更厉害呢！我超镖的，人都称我镖哥。呵呵。你不要这种敷衍嘛，有点难。哎呦，那个角度不好。这么硬啊！挡下炸弹鼠。
挑战世界，金冠。哦，精英的，精英的。定他。哦，全部都定。你不是有精英那个精英的那个？耶。手套。不是那个啄木鸟弓。不行，我的箱子在这。叮叮，三选一。中烟审判。三审判，哦。哦，这好强哦！弹夹那第一发子弹，武器伤害增加 50%， 先声夺人。那我的飞镖都是只有一，所以它每一下都会增加 50%。太强了，适合我。中间审判干嘛？可以斩杀敌人，15%。精英的话是8%。啊！走了，走了。江湖上人都称我彪哥呢。走喽。啊！我错了，彪姐。他不是很会彪，他会隐形的，好酷、哦。哎，上面有那个沙漠沙虫，有解决掉。没打出去。哦，好怀念那个挖矿那个扛错。扛错。就是可以那个、啊、标记怪物。哦。好像没东西，走。哦，一万欸，哇，斩杀好爽哦！那么厉害。哦、你都要靠那个洗刷你的伤害是不是？好啊！哇，开心！吸怪过去再打。过哦，对敌人造成一场伤害，自己也会增加一场伤害。受到一场伤害，这个我就有需要了。雷电狂热，我觉得你可以拿，你不是雷电的。对啊，我好像有雷电狂热，就类似的。哎，这中间审判给你，这样打，如果打那个网有没有很痛？好。你那个雷迪枪可以用这个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有了。带魔。特别哦。将武器丢向敌方。不过，我觉得我现在组合就很棒。真组合？真假的？你还可以体验那个杀的快感。刚刚有开到那个哦，那个哦，你说那个在后面啊，藏宝石的吗？九，那绿色子弹怎么这么少？打怪，输了，那很少。我觉得打怪好像比较适合我一点。对，其他要操作你不行，你跑酷都不行啊。你什么时候才可以？我觉得我跑步有进步啦、啊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在缩小，我觉得我的蓝色子弹莫名其妙没了，只有拿到那个啦，没有啊，色太爽了是不是？哦，好痛好痛，什么东西？毒！哎，我毒死了，被毒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大傻眼，我没看到左边有个毒在毒我，哇！
有办法吗？好啦，没关系，刚好。事实证明，我们两个还太嫩了。主要是那个啦，我们第一次打这个，打沙漠，第一次自己，之前都跟着繁星跟 Jerry， 就是躲在后面就好了。不过我们打到蛮后面的啊，并没有，太大意了。下狼，那个咻一下直接挂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元素伤害，啪啪啪啪啪。啊！啊！啊！点爽了！有二十等了啊！点武器是比较好，可是之后也会跟他们打，所以就点手雷。点手雷。点一下这个，我有121个。对啊，但QQ 原本很想说打更远，至少打 BOSS， 输在 BOSS 我觉得还可以，没有输到 BOSS 就对啊。缓速的毒，好好可怕！我被左边呐、啊、没看小地图那边打到怪了。我来看一下输出，欸，其实你还 OK 嘛？假的。上一场我是你的两倍输出，这一场差不多。毕竟靠那个，靠那个审判，一次就一万两万的加。好啦，我们下礼拜下礼拜天再来努力。好，我那么棒，我棒。啊，你有棒！这次是我先倒。你怎么这么难过的感觉？我先倒了。QQ， 我们下礼拜再来好好来玩吧。再来见啦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晚安。拜拜！迟到伯伯，拜拜。是姗姗来迟。好，姗姗来迟，晚安。